米娜桑，我的屁呀！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的《暗影格斗三》的游戏影片。然后你看，我现在在打对决，因为我今天的十场还没打满，所以我想要先把它打满，以迎接接下来大概五，还有我算一下哦，37分钟以后的一个，对，37分钟的以后一个更新，是叫更新的，我该叫更新的吗？谢。牛逼 ！OK， 大概还有35分51秒，是的。然后我现在在传奇分段，然后我打算先把这10场打满，因为接下来掉到战士以后，我们每一场只能拿到520的金币，我觉得这样子不太好，有点少，这样到时候就赚不够多了。对，我想把我刚刚买天幕杀机的钱给赚回来，我很高兴，商城终于给我刷出来天幕杀机，还给我刷这个，不怎么想升级它，不好意思。虽然说我现在有天幕杀机，我比较对墓葬比较没有那种排斥心理，可是它已经升级一点，所以我想说，我也不知道 ，I don't know， 随便啦，不管它。好，休想我们给各位玩一下这个好了。天幕杀机其实真的还不错，只是它跟双截棍一样是有点弱智的技能，在这个版本，在这个你只要近身电脑就直接爆摔你的一个版本，我觉得这把游戏变得有点智障了。虽然他就是墓葬，没错、啊。Oh shit！ 有没有就变这样？那我刚刚画面很明显的分割，我也不知道。Oh my god！ 他两刀，这真的是6200，逗我的吧？好。爆摔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接一个天幕杀机，然后再变成这样，然后再接一次天幕杀机，然后再变这样，只是这样子我就会变得很麻烦。OK， 嘿，嘿，哦 ，nice， 会变成这样子，你懂吗？哦、oh, shit！ 你只要不要接喷发，我都好。蹲得下去吗？谢谢。如果你想享受那个，就是两个互相爆摔的画面的话，带这一把就对了。好、oh, ，nice。踢倒！我不是说 ，Oh my god！ 这个时候竟然没有中，哦、oh, ，真是太棒了！干！好了，我们就不给各位继续玩墓葬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再秀着我自己头皮发麻。说起这个足球活动，我觉得还是不错的，不过你必须要烧很多时间，你才能买到传奇卡包。我没有这个打算。我打算收个史诗卡包就好，对，没有那么需要，不是没有那么需要啦，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跟各位讲，不想要花那么多时间去玩一个足球，尤其是这并不是我特别喜欢的模式，虽然挺有趣是真的啦。哎呦，还被他格挡。你有想好你的想法 ？Oh shit！ 哦哦，角落的杀手，我给角落杀手第一名的武器就是踢倒螺旋桨。你贴墙倒地以后吃他螺旋桨，你是必死五 combo。对，还有什么武器是角落之神哦？武士刀啊！武士刀角落之神，角落吃三 combo， 搞不好你还要再被暴击一次，有没有？再倒地一次，对，角落之神，不是浪得虚名。
又躲开了。哇，我现在这个倒地后，我不能再接后拳。我如果要接近暗影的话，我不能用后拳。我发现对手现在倒地又站起来，就是被我后拳又站起来，然后我接下暗影，对手躲掉的几率越来越高。所以我改变一下战略，不这样接了，好吧？你就只要照我说的照做就好。怎么样？对手基本上是无法还手的。会。你看，又绕背了。不过还好，这次他的暗影没有起到作用。哇操！你并没有绕背哦，这么厉害。来看看，请问这个武士刀怎么反击？没有机会，没有机会，真的没机会。这个版本我不怎么推传令官，我不怎么推啦，因为你可能传令官有一个非常重要一点就是高暴击，然后还有一个要怎么说，正踢，也就是你什么都不接，就直接按踢而已。他正踢在过去的版本非常非常实用。对，不过在这个版本你这样做可能踢个两下对手就把你给干了。对，所以说我不怎么推啊。而且涨潮是不是被削弱了？我有一种感觉。没办法接吗？我在等你用陀螺转欸。What are you waiting for? Oh my god, 你竟然给我用中击。哇，超痛。好吧，他的装备可能非常好吧。又是这个该死的练刀。我来看这个是婊子练刀还是一般的练刀，还是说现在练刀带练刀都变婊子了。他是婊子练刀啊。欸，他防御力有够低哦。哦，最后下来接到了。哎呦，我被踢到了，这怎么踢到的？谢谢，这次就没办法躲开了吧？然后等一下八点以后，我们来看看我们需要多久的时间可以上到传奇。对对对对，这家伙是不是？我怎么会防御？哦，没有，他会防御，他会防御，他会防御。我不知道他是不防御的婊子，还是他是不防御的婊子。对对对。不过我发现有点晚。哎，我明明就已经放了，你没看到左上角吗？好吧，这真的是我不知道哎。好啦，我认了，好不好？这一场打完，如果说还没进到第十场，我就会觉得有点夸张。啊，暗影共鸣呢？没有，好，那我直接接暗影，再见。好吧，我应该一个暗影带不走的、啊。不过 ，Oh shit！ 不过没关系，我们用的是这个。哦，带走了，好意外啊，挺意外的啦，不过还不错。哦，失场 ，OK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先这样子吧，还有18分钟就要更新了，那我们就待会见。OK， 开始了，好，重设赛季了。OK， 我的最佳评分是6026，这是第一赛季的，然后这次赛季是4000多而已，所以说，好，是传说分段，好，我们会有一个六阶卡包，六阶赛季卡包，两个史诗卡包和一个传奇卡包，然后评分会重置至2547。来看看我能开几个。欸，我不太用滑鼠开，不好意思。32片而已。回忆。哦，顺道一提，我换成帝国军喽。撕裂剑。OK。哦，祭司巨剑又出现了，不过这大概已经很难让它升级了吧。OK， 150个宝石。OK。好，我们继续。此时。54片。好，来看第一张什么？
报复我没有拿过的技能，太棒了。OK OK， 锁链手斧。嗯哼，嗯哼，垃圾，还是垃圾。好吧，下一个史诗卡包，看能开到什么。哦，85片电极 ，OK， 嗯哼，哦，他在抖动哎，传奇卡包，传奇卡，只是卡包看到传奇卡，什么？哦，先组织弄巨剑，不错，哦 ，nice， 哎，我喜欢，我喜欢 ，ski， これは ski， 你组织吗？先组织弄巨剑呢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好，传奇卡包出现了，我们来看看我能开几个。74片，没有刚刚的十字卡包多。好，第一张哦，勇气盔甲，我可以变成马库斯了。然后下一张也是传奇卡，先组织弄巨剑升级400个暗影能量，赞。十字卡回忆 ，OK。第三张传奇卡，传奇卡包三张传奇卡 ，OK， 军阀的铠甲，这我觉得还不错。是中式对吧？好，石夫我没有的技能，嗯，伤害减少自己生命的14%，哎，这不错哎。回忆 OK， 然后先组织怒巨剑，马上就升级到2374，不错不错不错。不过伤害没有破千，没有破700，说什么破千？破700还没有我的祭司巨剑高啊，可惜了。OK， 勇气盔甲，好，那这就是我们这个赛季的一个成果。